别再信些有的没的，迷信好友控诉大会。第一次偷笔就是在孙协志那集，他偷了这个笔之后，他拿去过香炉，然后写满有如神呐、啊。他那时候送了孙协志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他送给他一颗石头，石头是不是？可是他最近的事情跟你有关系？对啊，对啊，有下咒啊。那个石头有吓一跳，石头有雷元素，然后他有断。迷信好友控诉大会，今晚11点，大学生了没？